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阴间神探》，作者道门老九，演播紫金，精彩继续。我捡起黄小桃的挎包看了看，就喊道：别躲了，我知道你在树丛里面。旁边的灌木丛摇晃了一下，黄小桃从里面钻出来，两手背在身后，笑嘻嘻地说：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我还以为你会上当呢。我一一分析给他听，首先他的挎包是斜肩式的，包带很细，被人强行扯下来肯定不会有完好无损。再说以黄小桃的身手和身为警察的警觉性，被人绑架会一点动静都没有吗？最后还有更重要的一点，我说，我闻到灌木丛里有你身上的香味了。香味？黄小桃往自己身上闻了闻。我从来不用香水啊，哪来的香味啊？是气味，气味。我流着冷汗赶紧解释说，省得被他当成花痴。黄小桃跟我开了个小玩笑，然后我们找地方坐着休息了一会儿。坐下没一会儿，黄小桃就打起哈欠，口齿不清地说：这星期快把我累死了。我们端掉一个地下黑作坊，连着盯梢四个晚上，一星期下来睡觉时间加起来还不到20小时呢。我有些诧异地说：刑警还要干这些吗？你以为呢？平时琐碎的案子可多着呢，哪可能天天都风风光光办大案呢？这是当警察的命，还是你这个顾问好，只有发生大案特案的时候才请你这位大神出山。其实你昨晚约我出来，本来啊是想在家睡上一天的，谁叫我答应你了呢？难怪我一直感觉黄小桃有些精神不振，她今天好像也化了一些淡妆，大概是为了掩盖倦容吧。我有点于心不忍，要不你现在回家睡觉去吧。白痴，都把我约出来了又赶我回去啊？黄小桃笑了。有点心机的男生这时候都会说，要不我们开个房间休息一会儿吧。我一阵脸红，虽然知道他又在调戏我，肯定不是当真的。黄小桃摆摆手就说：算了，我就在这儿小睡一会儿吧。这里怎么睡啊？可别着凉了。我话还没说完，黄小桃已经在长椅上躺了下来，脑袋就枕在我大腿上。我猛地一惊，这也太突然了。黄小桃闭着眼睛说：你可不要趁人之危啊。不会的。没过一会儿，黄小桃就发出细微的鼾声，看起来是真的很累。虽然她睡梦中的样子也很美，可是被当成枕头时，很快我两条腿被压麻了，但是又不敢轻易挪动，怕惊醒她。坐在这儿太无聊了，可是手机装在裤兜里也没法掏出来玩，也只能一直傻乎乎地看着风景，欣赏公园里面的鸟语花香了。黄小桃睡有2个小时，期间有出来运动的老大爷从我面前经过，冲我暧昧地笑笑。我心说：笑你大爷呀。4点多的时候，黄小桃醒了过来，坐起来长长伸了个懒腰，就说：哎，这一觉睡得真舒服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我感觉两条腿已经完全失去知觉了。黄小桃检查一下自己的衣服，笑道：你还真是坐怀不乱的君子啊。让我想到一个笑话。我问：什么笑话呀？黄小桃说，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睡在一张床上，女人在中间画了一条线，对男人说：如果晚上你敢过线的话呢，就是禽兽。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啊，女人发现男人果真没有过线，就对男人说：你连禽兽都不如。这笑话我当然听说过了，面红耳赤地说：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。哼，看你这么老实，晚上要不要去我家里住啊？姐做荷包蛋给你吃。黄小桃说着，我搔着脸说：这不好吧，我明天还有课呢。是吗？脸怎么又红了？其实你心里还是想去的吧。
他用调皮的语调说着，眼睛一直盯着我的脸，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，最后再摆摆手说，好了好了，不调戏你了，我有点饿了，找地方吃饭去吧。黄小桃站起来走了几步，发现我坐着没动，就催促说，走啦，等一会儿腿麻了。等我两腿恢复知觉之后，我们从公园另外一头出去，沿途我一直在留意有没有好一点的饭店。这时候我闻到一股扑鼻而来的香味，黄小桃也吸了吸鼻子就说，哎，好像是包子。根据味道判断还是肉包子，人在饿的时候果然闻什么都是香的。黄小桃说，好久没有吃包子了，想去吃。我们就一路循着气味来到一片居民楼附近一家包子铺，店铺不大，只有老板一个人在忙活。老板长得胖乎乎的，系着沾满油污的围裙，脸上油光满面，带着笑容。第一屉包子刚刚出笼，热气腾腾的倒在一个大箩筐里，不少居民争先购买，很快就抢光了。黄小桃蠢蠢欲动，生意这么好，看样子这里包子口碑不错呀。果然好吃的东西都藏在不起眼的地方，我都馋得流口水了。我上前对老板说，来十个包子。老板笑眯眯地说，好的，稍等一下。付过钱之后，黄小桃问我，十个吃得完吗？我回答，吃不完带回去当夜宵呗。哟，看不出还是挺会过日子的男生啊。黄小桃笑眯眯地看着我说着。很快第二屉包子出笼了，老板麻溜地给我们装上十个，说声慢走，我们都饿红眼了，蹲在附近小公园里吃了起来。这灌汤包做的是皮薄馅儿大，一口咬下去香气四溢，里面热热的汤汁流了出来，好吃的叫人快把舌头给吞下去了。这么实惠的包子居然只卖8毛钱一个，我心想住在这一片的居民真幸福啊。黄小刀吃的话都说不清了，用另外一只手接着，防止汤汁流到衣服上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，好久没有吃过这么香的包子了。是，吃起来好像不是猪肉，我只随口一说，突然意识到哪里不太对劲，细细品尝了一下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黄小桃鼓着嘴呆呆看着我，别咽，先别咽下去。我把包子馅儿全部倒在长椅上，也不顾烫手，用手指拨来拨去，用动油之筒仔细检查。很快我就看出一些不对劲的地方，对黄小桃说，全部吐出来。黄小桃有点舍不得，鼓着嘴说，怎么了？是温猪肉吗？是人肉。一听这话，黄小桃哇的一口全部吐了出来，然后呸呸的抹了半天嘴。你确定吗？我扒拉着肉馅给他看，虽然肉馅搅得很碎，但是有些东西是搅不烂的。看到这个纹路没有？是人类皮肤上的纹路。人是无毛动物，为了增加摩擦力，皮肤上会有微小的纹路，这是只有人才有的特征。黄小桃倒吸一口凉气，别说他了，我也有点心有余悸，差点就吃进肚子里去了。我说，报警吧。黄小桃苦笑了一声，得，看来假期又泡汤了。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阴间神探，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，可以关注我的喜马拉雅账号有声的紫金。